然后呢你外面估一下，然后你来跟我做对比就好了。好的，我帮你询一下价格，看能不能帮你，反正多个哪怕多个两三千三四千也好。是的，对，坦克七百啊，七百不是很贵吗？七百小五十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七百贵啊，七百起厂出吧。七百那个车都没想到卖那么贵啊！他不是首发今年买70万吗？嗯，那最高的70嘛。那以前是没钱买过的车，现在真是没钱买过的车。现在是 BBA 性价比很高。嗯，这 i3 都已经17万了，这单单就这个车都已经17万了。是，嗯。以前没有那么贵是吧？没那么便宜是吧？对，以前才二十。乘以二吧，动泊车。正在寻找车。然后你往后稍微退一点，往后稍微退一点，踩到这，对对，好，它已经识别到这个车位了，能点，让有立即泊车和离车泊入的啊，立即泊，对，好，放开。泊入车位中，请注意周边安全。理想ONE也有，都有，都一样。前面的新能源这个配置还是很高的，都自己帮你停了一下，而且停的还挺正的。是的，嗯，所以就是自动泊车这种东西都比较规规矩矩，都停的非常正，两边距离控制非常好。对，听完了。哇 ，nice nice， 成功成功成功。真的是对称的。我操，真对称。雷达扫描过的。对。高科技啊，高科技，高科技。哎，女人下来她也能停。